嗨，大家早安。我现在就是开始上班之后啊，就是每天早上我会提早到，然后在附近走走走路，对，因为不然每天坐办公室都没有时间好好运动，就是要趁上班前就是赶快走动走动。然后现在就是在市区上班嘛，然后也有感觉到那个物价就是真的有上涨哎，就是一餐大概都要吃个100块左右。然后，楼下就是刚好有一个便利商店啊，那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会吃便利商店，可是，这个花蛮漂亮的诶，对，这是一个小学，对，好吧，今天先这样，我要去上班了。